Hello guys, welcome to channel。今天呢，要来挑战的是浪淘尽不败的江东名花。大乔 X， 好久不见。那这个关卡它有这个两个选择，是在怪物弹珠当中很特别的一个关卡。它有重力护照，也有伤害币的。那你可以针对你比较齐全的弹珠呢，然后来去挑战它的关卡。那我个人是打的比较顺的是伤害币。所以待会来挑战这个伤害币的关卡。那我的大乔呢，在十几只就可以集运了，所以可能在这一次大乔 X 开放的期间，就可以把我的这个大乔叠到集运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关卡挑战。Go go！ 啊，那这个关卡呢？它有最好是可以参考这个皮沙门天的那个弹珠角色灌反，因为在后面的 X 华关卡当中呢，它会有这个软趴趴与硬邦邦，所以我们就期待灌反可以参照皮沙门天的弹珠角色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因为王的这个伤害都蛮高的，所以我们先打主要的攻略 BOSS， 然后再来以其次来利用导引弹对这个蝎子做伤害。然后我是跟我的小号一起打的，好，两只手机啊，有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是两只手机一起玩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一样。来拉八级的线，然后再带这个妖皇的勇士，那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个蝎子也给清掉了。哎呀，哇，超级痛哎，是干嘛？好了，我们把爱心养着，养个，不要知道，好好还好还好。你知道这样拿，其实拿久了手会酸。哦哟，不要一直出来，哇！我看一下哦，先把一个爱心吃下来，应该不会吧？哦，好险！哇，痛！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来把，下面的爱心养大之后，我们吃掉之后再进关，所以这边要尽量水平。啊 ，yes！ 好险，好险！OK， 好，那这边我们就把金星给吃下来，然后再进关。OK，Round Two Go，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关卡呢会有什么？好，这边就开始出现软趴趴了。哇，这边呢就先把妖皇的角度放小，然后先把这个软趴趴给解决掉。好，没有问题，这样子就先解决掉了我们的软趴趴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带这个妖皇的友情，然后来把这个蝎子给清理掉。两只手机一起玩，真的没办法都把那个钱跟宝箱拿到，真是麻烦。好，那这边我们来带妖皇的友情，应该就可以把这个蝎子给带走。OK， 好啦，那接下来的run three， 我们这边一样，也是先把这个王给解决。那这边我们可以走一颗星，然后去触碰到这个我们这个树神的友情，然后来拉八旗的线，然后开始去牵啊！哎呀，没有穿过去，角度稍微大了一点，再小一点点的话，就可以穿过王跟右上角这个蝎子中间穿过去，然后顺利的开始拉线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这个落点很不错，所以我们直接垂直来贯穿它的落点。OK，
okay, 打出了93卦，不错不错。好，那这边一样，我们就来拉八旗的线，然后来打伤害。你们爱心啊，出个爱心吧。没有爱心哎、欸，我还是不想拖，因为王的伤害蛮高的，所以尽量不要拖。如果没有爱心，就赶快进关吧。因为王的伤害蛮高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王关。那前面的关卡其实比较简单，那后面 extra 的关卡就比较有难度了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让我看一下哦，那我们得把剑直接，哇靠，也太痛了吧！哦，有爱心，那我们就先养心啊。好，我们先把上面那颗能养多大就尽量养。哦，又有一颗，哇，好痛啊！不是吧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要卡到了，完了。那有点危险，下一回合是八旗可以吃，下啊不行，哎呀，下一回合伤害感觉有点高，所以先把爱心给吃下来，避免翻船。哇，还好刚刚有吃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就来拉线，然后带友情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再出颗爱心给我们稍微养一下，把血量再拉高一点。现在有求必应。哎，怎么吃到了？那样也吃得到？我傻眼。好吧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带走吧。刚那样我会吃到。啊！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血量还 OK， 待会有危机的时候就把 SS 开掉，别损，看一下。好，OK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哦，爱心，爱心，爱心。哎，直接卡进王的下面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再把那颗星，要不要开 SS 啊？不要好了，因为妖皇的位置感觉可以拉线，打出蛮大的伤害。刀一弹，刀一弹，刀一弹。OK。然后再来呢？哇，还有爱心好多。下一回合那个王应该就会再叫小乔了，看有没有办法保，不要打死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还好，好，这样子非常好，我们好像有机会超速，应该还是有机会超速，好，然后上面那一颗金星呢，我们就在最后再把它吃下来。现在哇，这么多爱心啊！哎，不要死，不要死，不要死！哦，好险！好，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超速了。我们还有 SS 都还没有开。OK，Final Round， 王的最后一条血量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 SS 的位置哦。先不要开好了。啊，这老板泡泡，不然可以打更多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来开启树神的 SS， 看有没有办法把左边三只小怪全部清掉，再加完。速度如果够的话，其实是可以的。
来过去一点。啊！差一点，真的不够。好了，那这边我们就直接把 SS 给开启。这边的话，我看一下哦，可以选择。选择往上偏右，好像水平更好一些的感觉，不过没关系啊。大丈夫です。OK。私の力をお見せしましょう。ストライクショット。またやろうね。挂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前面的部分比较简单，后面比较麻烦，因为后面呢，它是一进关就直接是王冠，没有办法洗技能，所以就也有一点点运气成分在里面了。我觉得，哇，面对面竟然没有给我开战嘞！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打我们的 extra 关卡，这是无阶关之后呢才会出现的关卡。挑战啊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大乔 extra 关卡 go 好啦，其实打这种关卡最划算，就是你只要花一次体力可以拿到两次经验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先来清软趴趴，就边清网，边清小怪，然后边清这个复活怪，边打这个复活怪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选择这样子的路线，这样可以比较打到这个复活怪多次，就比较保险，伤害比较稳定。好，那左边有一个爱心，我们就来把它养个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来。触发这个妖皇的友谊，角度不正确啊！好了，下一回合他要给我叫小乔出来了，麻烦，可不可以杀死啊？啊，小乔出来了，不是是轻轨，轻轨有机会被爆炸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可以，轻轨会跟着走掉，不过它的轻轨好像会白爆炸，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。你可能要稍微判定一下，有没有办法把王给打死，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打这只轻轨。好，那接下来硬邦邦出现了，那我们就先来，是不是会卡到、哦？其实不想卡哎、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弹珠稍微往旁边给移动，因为待会他要炸人了。待会那个石头啊，他要炸人。我们现在这样看起来的话，应该是我们的妖皇会被炸到。那没办法，那你就只能被炸了。好，妖皇要被炸了，痛吗？还好哎，不过还是不要太掉以轻心啊，我觉得。好，这样没问题，那我们就再来把，哇靠！我们先把那个。左边这一组给卡掉，他没卡到。哇，不要再摔机了，拜托。好。好，这样子应该目前看起来应该，哇，呜呼。小乔不会跟着走，原来如此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可以
把这个，哇，被串烧了。先吃剑再触发游戏，这样可以打比较爆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我们来到了第三条血量。哇，有重力护罩哎、欸。好，这边要操作通关比较麻烦，可能带两只龙马七或许有机会。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来挑战看看。这边来拉角度大概10度角左右来拉个线，然后可以贯通它的那个路。哇，弱点完全被那个伤害壁给限制住了，我这边只能靠友情来打那个伤害了。这边要拼操作通关是比较难一点点。9回合，打得死吗？啊，差一点。哇，叫太多了吧？是谁？你是谁？好，这边我们先把王给带走。完了完了，这位置。哇，有点不妙啊！有点不妙、啊。有点不妙，来着啊！完了，居然没碰到，刚居然没碰到树神。好，我这边先把王给打死，王的伤害比较高。啊，好麻烦哦，这游戏。啊，我们把爱心吃完，应该可以顺利通关了。2回合，没有操作通关。啊，哈哈。啊，哇，是怎样？先把轻轨卡死了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就直接把 S 给 SS 给开掉了。OK， 让 SS 全部开完，应该就可以顺利通关。可是我现在龙马七的位置会不会卡住啊？不管了，试试看。哇，被卡住啦！哈哈，完全被卡住了。好啦，这个因为树神打不出伤害，我们就来带友情吧。哇，轻轨，你来干嘛？太不细啦！会不会翻啊？哎，气管怎么还没死啊？不是吧？天哪！天啊天啊！OK， 哇，应该撑得住吧？我完全没有重力护罩，打不动啊！
超级软脚虾。不要！好了，应该过了啦。好惊险哦！天哪！啊！啊！打得惊惊险险，所以这个关卡后面的关卡其实颇麻烦的、啊，可能要稍微，我觉得可能在进关前把位置做好呢，就可以不用被这些重力护罩限制输出，然后可以在第一时间把王给解决掉。好，那希望大家也可以顺利通关喽，拜拜。影片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并且在这边订阅我的频道。Rocket, Rocke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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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cket,